为什么要当警察？给一个人擦鞋是一种上位的方法，而给所有人擦鞋就是所谓的平等。你说人是不是一辈子都在演戏？我说是。赶快一起喝酒吧。干嘛？想收了我呀？现在不同辖区有不同自主的势力，为了争地盘打打杀杀，搞得乱七八糟。我们的目的是把饼做大，那我们就做个西桥大饼。我来发辖区经营，有多少土档、府档、烟档都给你，要让人知道这叫管理。他们有多少人贩毒，有多少人放贷？说黑社会已经在我控制范围，我要100%破案。有人说警察收黑钱不会是华人社会的礼尚往来，那叫礼崩乐坏。有些事挡着你的路，你不用管，也不必知道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辛辛苦苦立的规矩是为了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你自己忘了。